顺丰单号查询。顺丰速运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顺丰）于1993年成立，总部设在深圳，是一家主要经营国内国际快递及相关业务的服务性企业。自成立以来，顺丰始终专注于服务质量的提升，不断满足市场的需求，在大中华地区，包括港澳台地区，建立了庞大的信息采集、市场开发、物流配送、快件收派等业务机构，建立服务客户的全国性网络，同时也积极拓展国际间服务。目前已开通新加坡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日本及美国业务。顺丰快递单号由12位数字组成，快递单号查询方法也很简单，可以在浏览器中输入顺丰官方网址，进入后输入12位单号查询，还可以在微信上关注顺丰速运公众号，输入12位单号进行查询。如果有结果的话，之后就会显示在相应的快递单号信息里了。